想大家应该非常的感动哦。那这个每个人都是家中的宝，那失踪了这么多年，那透过我们警察这个主动，我们这一次是针对这个失踪三年以上的人口，我们主动透过我们的这个新的侦办的一个方式，那包括大家的侦办的一个这个技巧啊，以及新的科技的一个运用，所以呢，前诺呢啊，可以说是针对失踪的人口呢，啊，可以说查获了好几件哦，包括我们的这个田中分局同仁查获失踪13年的谢姓女子，峨眉分局查获了失踪8年的黄姓女子，鹿港分局啊查获了失踪13年的石姓女子，还有云林分局更是借由 DNA 的比对哦，寻找失踪的20年的一个高阳女士哦。那这是同仁们锲而不舍的一个精神哦，那这个让我非常的一个感佩感动。我想在这边再次的利用这个机会，我们的主动的侦办，因为过去大家都认为我大概失踪人口失踪的大概找不来的机会等于失灵，那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那除此之外，我想维护治安，是我们警察的天职哦。今天我们也表扬了6位我们的这个侦办。这个枪炮、强盗以及呢抢夺、诈骗、机房、窃盗，还有毒品的有功人员哦，那每一样呢都是围绕我们社会治安的一个毒瘤。那这个为了要让都可能造成我们民众更大的生命财产的一个威胁哦，那由于大家的努力才能够顺利的来拆除，提供给我们县民更安全、更这个来保障的一个居住环境。我在这边也再次利用机会，谢谢我们所有的警员的一个辛劳。那另外，我看诈骗新闻现在是时有所闻，而且诈骗的方式是越来越新哦。那除了我们警察同仁们不断的宣导、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这个打遏止哦，那这个但是呢，还是诈骗集团还是手法更加的变形哦。那我想，除了我们的这个同仁们，这个不遗余力之外，那还是有所不足哦。我在这边还是要特别谢谢我们银行的行员，大家的一个积极，那能够确保我们这些乡亲他们的财产哦。那这个会出去打开的车本来提供的救救，那甚至有的我还看到一个案子，为了这个因为被诈骗的快要去自杀。甚至有的是真的是出了事情哦，所以我想还是要一并利用这个机会，再次谢谢我们警察同仁的辛劳，谢谢我们这个银行行员大家的一个这个仔细哦，因为一发现他们的这个状况有点不太一样，神情不太一样，大家都主动来关心，才能够避免更多的一个憾事。我想在这边再次的谢谢，那这个维护治安也好哈，这个都是我们警察的一个天职。我想再次的利用机会，谢谢在许局长的带领之下，我们各位主管跟所有员警大家的一个辛劳，一起为美好彰化、希望城市，我们一起来努力。再次的谢谢大家，也谢谢所有的银行行员，谢谢你们的辛苦，谢谢大家。